小年轻想买一台运动感强的、性价比高的、又兼顾日常舒适性的，在外加整个落地150,000以内的车，该怎么选呢？根据以上这些要求，我们找来了2020款名爵6。我们把它带到赛道的目的，就是要从操控性、动力性、实用性、舒适性等等方面进行深入的体验，看一看2020款名爵6到底会不会适合这位小年轻的选车需求。首先，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这台车原厂配备了运动排气。我们知道，一般是大几十万的性能车才会原厂去配备运动的阀门排气，能出现在这个价位的车型上，我觉得是比较难得的。虽然它和2019款车型一样，采用的是一款 1.5T 的四缸发动机，但是它的动力输出数据有了明显的提升，达到了181马力，这基本上和一些低功率的 2.0T 发动机的动力输出相当。老款车型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运动氛围的塑造，而这个特点在新款车型上得到了延续，甚至我觉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它的运动排气，而另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操控感受做得比较运动。老实说，它的侧倾不算特别小，但是它的响应非常的灵活，尤其是车头非常的灵敏。我也非常喜欢收油时它车尾的一点点的顽皮。它的发动机低转速就发力，如果日常驾驶的话，你会觉得它的扭矩非常的充足。它的动态表现和2019款的差别并不大，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新款车型的这个运动座椅啊，侧向的支撑和包裹性要好很多，这样在弯道中我的腰就会省力很多。然后看到这个方向盘上的红色按钮了吗？它有一点像法拉利或者阿尔法罗密欧上的点火按钮，但这个按钮是这台车的 Super Sport 模式，按下它，整台车就会进入一个最亢奋的状态，好像就进入了一个派对模式。这台车的车内声浪真的是太棒了，一点都不像是一个非常小排量发动机制造出来的声浪，而且在你换挡的时候，这个回火放炮声真的很有趣，我很喜欢这个运动氛围。刚才可人老师说了一下这台车打动他的地方，那我就坐到车内，从它的内饰设计以及功能性来给大家讲讲这台车究竟能不能打动小姐姐的心吧。首先呢，2020款的名爵6的内饰，我觉得和老款的车型相比，它有了非常大的提升，它从整个它的时尚感和品质感都提升了不少，而且它的配色也选了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些配色，比如说在这个方向盘这有红色的元素，它的中控台这里有黄色的元素，而且整个搭配到一起一点都不会有突兀的感觉，反而会觉得更加时尚，更加和谐，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棒的。而且呢，新款的名爵6它还采用的是液晶仪表盘，这也是当下非常流行的这种显示车辆智能化的这种配置，而且这个液晶仪表盘的中间呢是它的多功能展示区，然后它这个多功能展示区可以展示到车辆的比如说我们的 G 值、扭矩还有瞬时马力等这些数据，这对于那些性能控来说是非常好了。然后在仪表盘的两侧呢，它有我们的时速表和转速表，与此同时根据不同的驾驶模式，然后你还可以改变它的显示模式，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时尚的。而且在新款的名爵6，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中控屏的尺寸也是变大了，功能也是变强了，我们一会儿也可以演示。那我们再往下看，在这里它还多了一个无线手机充电面板，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手机直接放这儿就能完成充电了，也是非常的方便。然后在这里会有两个杯架，形状也非常有特色，如果这两个杯架再加个限位器的话，那就更好不过了。然后我们再打开中央扶手箱，你会发现里面也是内藏玄机，它是可以
控制开热风或者冷风的，而且这个是全系标配，也就是说你在夏天开长途旅行的时候也能喝上冷饮，是不是非常贴心呢？这台车呢还搭载了斑马智行 3.0 的车机系统，那我们就一起来试一下它的语音交互系统吧。你好斑马。你好啊。打开导航。我们要去哪里？我要去浙江国际赛车场。你确定导航到浙江国际赛车场吗？或说第几个？第一个。将为你导航到浙江国际赛车场。你看是不是很好用啊？那么再说最后一点啊，就是这台车，也就是我开的这台车，它搭载呢是 BOSS 音箱。昨天我一路开过来的时候，整个路程中它的音质都非常非常的好，让我有了一个非常惬意的旅程，所以这一点我还是要给它点个赞的。新款的名爵6和老款的名爵6其实在外观上也是有所差异的，无论是在它的中网、还有大灯、还有下包围以及尾灯方面都是有明显的差异，但是我觉得尾部更具有亮点，所以我们到尾部来看一下吧。我们都知道这台车其实是有运动排气功能，而这个运动排气功能在它的外观也是有所展示的。来到车辆尾部，你就可以看到它在两边有两个大尺寸的双边共两出的这个大排气。看到这个，你是不是觉得这台车更符合运动轿车的特性了？那么还有一点我想说呢，这台车是一个掀背的车型。那掀背的车型有一处特别好，就是你打开后备箱，它的开口非常大，放置东西或者取东西也非常方便。那么可人老师现在在车内，那我想问一下可人老师，这台掀背车的后排坐起来尺寸表现如何呢？我的身高是1.77米，后排的头部空间对我来说是足够的，而且腿部空间的话日常乘坐也是比较舒适的。总之它并没有因为是一个掀背造型而让后排乘客觉得有些压抑。那么可人说到他后排的乘坐表现非常不错，这也是因为新款车型较老款车型车身长度其实是有所增加，但是车辆的轴距和车辆的宽度其实是没有变化的。那么可人老师你也坐够了吧，赶紧出来给我们总结一下这台车是否真的适合我们这群小年轻呢？总的来说，我认为2020款名爵6延续了老款车型那种很强的运动氛围，同时动力呢进行了实实在在的提升，性能也更加强大。而且原先的车型的一些小短板方面，它在新款车型上也进行了一些改进，一些细节变得更加的精致，整体表现也更加的完善。总的来说，想要性价比，想要运动性，想要漂亮的外观和内饰，在9万元到14万元这个价格区间的紧凑型轿车中，2020款名爵6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车型。那么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拜拜拜拜拜拜。